好，网络测试工具，我们常常遇到网络断线，我们怎么知道在哪里断了，是什么地方有问题？在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有一个网络工具 GNOME Network。 好，这个网络工具你可以怎么测呢？首先你可以用 PIN 你想 PIN 的位置，比方说我想 PIN Hinet， 好，它这边会出现 PIN 的结果，你会看得到最小多少收到传输成功，那表示现在封包到 Hinet 是通的。如果 PIN 你自己的学校，假设我 PIN opensource.ntpc.edu.tw 是不是通的？好，现在是通的。好，这是用 PIN。 那网络状况是看你自己的，现在的网络状况是不通的。好，你的 ETH0 匝道器是这个，你的 IP 这 network 这个是 192.168.0 这个网段，然后其他的资讯看一下。路由追踪这个就更厉害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知道目前网络状况，你直接选择好像我要追踪 opensource.ntpc.edu.tw， 直接按追踪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有没有通，通到最后有，这个是你最后的 IP。 好，如果它断在哪里，它就会直接停在某一个地方，你看得到它断在哪里。好，呼吁值这是反差DNS 的反差，它现在 OpenSource 对到的是这一台主机，对到的是这一台主机。破扫描这边就自己扫，你直接可以扫你自己主机开放了哪几个破，做了什么作用。好，比方说我扫自己好了。好，你在扫描机器的时候特别注意哦，在网络上你做扫描机器，人家有时候会认为你是骇客，会有法律上的问题哦。好，假设我扫自己，好，139445这几个 port 是 open， 好，这边你自己特别注意。好，那 who is 这也是 DNS 的一个反差。看得出你自己由谁来翻译，我们是由 EDU 来翻译的。好，这样很方便的一个工具，让你知道我们目前好网络的一个状态。